就是抱持这种被惩罚的心情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。就是虽然就是摔了一大跤，说真的，当下真的觉得蛮丢脸的。如果旁边有农药的话，会直接就是下去这样。对对对。对，但是也非常感谢台北电节，然后还有杨梅姐，就是邀请我们这次来当主持人，就是要血池啦，然后想要带更多的欢笑给大家。没有哭啦，他昨天彩排的时候有差一点哭，因为学姐比较严厉，真的、哦，对，他只要台词讲错的时候，我就会等他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哭，这样子哭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所以这件事件的时候，白白有没有关心一下？哦，有啊，我有关心一下，嗯，要解释一下。但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也比较久了，我记忆也不太清楚，有点记不太得。我们现在的脑容量非常的低，因为我们都在记待会要讲的台词。对对对。就是我们在之前有稍微联络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有互相的帮彼此打气一下。对对对，你们看我的汗越来越多了吗？大家要跟自己联络吗？我们还是讲今天颁奖典礼。他最常联络的人就是我，他一直在跟我传讯息，或者是你信啊？大贺，你的汗真的很爆。对，大家放过他好不好？学姐来挡，学姐来挡，来冲着我来吧，冲着我来吧。Thank you.